这个家庭一定也是开了外挂爬到终点。真的吗？我觉得应该是。欢迎他们登场。有请。欢迎你们。欢迎。来，你好，你好。健壮的一个小伙子。是。来，爸爸妈妈打个招呼。我是于子潇的爸爸，我叫于永嘉。欢迎，你好，爸爸还带着东西来的是吧？这样的，因为是于志潇是那个元宵节出生的，所以送汤圆给你们吃。哦，谢谢，他是元宵节出生的，正月十五，对不对？是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你就当着小儿歌出来了啊！对。你们来自于哪一个地方啊？我们是来自那个浙江嘉兴的。嘉兴的，对，人杰地灵。这个他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让他能长得这么壮啊？我们从4个月开始就添加辅食了。这么早啊？对，然后之后爷爷奶奶每一次做菜或做汤的时候，之前没加盐之前，都会给宝宝盛出一碗。过早吃盐不好，对肾脏有负担。是。所以我们不建议小孩那个1岁之前，吃盐吧，添加盐吧。即使是1岁以后，也要清淡少盐，少吃啊。对。所以才能像我们小宝贝这样长得这么壮实。是的。接下来就期待我们乐乐的表现了哈，来吧，萌萌，乐乐，请准备。好，现在老爸呢已经站在了惩罚区，妈妈在终点等候乐乐宝宝的到来。乐乐，做好准备 ，3、2、1，Go！ 乐乐，乐乐，小乐乐，加油，宝贝，乐乐向前跑。5，加油，过来，是第三个这样的吗？是的。乐乐，过来，宝贝，快快向前跑，快来。对，好的。妈妈就在这儿。哎，乐乐，加油！小风车，小小男子汉。哎，乐乐，小乐乐，好，顺利通过第一关，加油加油，加油！阿爸阿爸，中场休息。宝宝，妈妈就在这儿，乐乐，乐乐，妈妈就在这儿，加油！现在已经，乐乐加油加油，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宝宝，乐乐加油，加油，还有最后一关，加油加油。好，加油，乐乐，来，真棒！快点跑了，快点跑了，快点跑了，没关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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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来，宝贝，加油，加油！完全靠自己，自己的力量可以完成。好，好样的，来，宝贝，加油，加油，加油！组也真的是胜利之组，儿子今天没坑爹，所以要送给你们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恭喜你们！最后一组乘胜追击，来欢迎他们登场。有请。人生好比一次旅程，在这旅途的过程中，那不起眼的一天与那不经意的一瞬间，你将会遇到你人生的另外一半。于是你们将一同携手来到这个叫做幸福的起点，共同牵手来谱写这幸福的人生篇章。你们好。看这个样子，这个段子绝对不是昨天晚上现传的，应该是准备了很久很久。爸爸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职业的？我是一名婚礼司仪，主持婚礼大概其实有10年了。10年了。你有没有自己算过自己主持过多少场婚礼？差不多有近1000场的婚礼。近1000场？那你自己的婚礼呢？你有特别之处吗？自己的婚礼特别之处，当然就是我来主持我自己的婚礼。自己给自己主持啊？这个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现场给大家还原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当时是怎么说的啊？来，好的。那么首先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深深一躬问新娘，是今后家务谁担当？深深一躬告新郎，做牛做马你最强。一鞠躬。哇。深深一躬告娇妻，工资奖金27000。男人有钱就乱花，颗粒归功少废话。哎呦，二鞠躬。那么深深一躬问新娘，是何时添个小宝宝？你做计划我实施，坐在家里等通知。三鞠躬。好嘞，这答得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啊。对，
俏皮话，很棒哎！我们觉得今天很甜蜜，很幸福，对，也很希望我们的宝贝也能够冲到终点去，一起见证，好不好？好，没问题，来吧，萌宝，请准备。是的，四姨爸爸站在了惩罚区，妈妈在终点等着宝贝，看看宝贝的表现如何，加油，做好准备 ，3、2、1，Go！ 加油！加油！加油！来呀！能不能保持我们这一组四个宝贝都能获胜的一个记录呢？加油！能不能大满贯呢？哇，好期待！好的！哇吼！加油，瑶瑶！瑶瑶！太棒了！瑶瑶领先！瑶瑶宝贝，瑶瑶领先！瑶瑶！好漂亮啊，瑶瑶！好，现在宝贝已经很快来到了第三关。休息一下是吗？洋洋，洋洋，洋洋，这边，这是什么呀？看，前面有一个红色的。对，对了，可喜欢了，是不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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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洋！你爱的小积木方块，对不对？巧虎，巧虎在哪儿啊？巧虎在这儿，是不是？过来！哎呀，别下去！哎呀！哦，看看摄像机下面有什么？现在宝贝为全家赢得的奖品是价值800元的电压力宝。快来！对，快来，瑶瑶！是爸爸，加油！是爸爸，爸爸加油！快找妈妈，快找妈妈！妈妈呢？爸爸 Lucky， 加油！爸爸 Lucky， 好，宝贝选择了一条另外的路。哎呦，最后这一关了，时间有限，倒计时喽，宝贝，10、9，加油，八，七，六，快看爸爸，4、3、2、1。接下来进入到总结时间，一大波萌宝正在袭来，五花八门的闯关方式，意想不到的爆笑状况，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肌肉，好危险！你就是无敌破坏王啊！宝宝们的世界你不懂，非常的矫健，彤彤，而且非常的有活力，彤彤，最纯真的笑脸，最好笑的坑爹，尽在加油好 baby。中午好，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大家好，我是余生。各位中午好，我是乐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马云。然后各位，我是秋意。马上开始，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马上请上我们的第一组萌宝家庭闪亮登场，有请。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面的微笑是我的财宝，回到家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哦，回到家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哇，老爸歌声好听的耶。没错没错，今天为什么一登场唱这首歌呢？回家真好。因为和老婆结婚，从2010年结婚到现在也已经3年多了。3年。对，每次回到家看到老婆和小宝贝，心里都非常开心的，对，深情的表达，这才是最珍贵的财富。对，说了半天我们还没有问我们的小宝贝叫什么名字啊。小宝贝叫徐奇泽。徐奇泽。有小名吗？小名叫贝贝。贝贝啊。贝贝。哎呦，贝贝你是哪里人啊？贝贝说我们是淮南人。哎呦，这不是王乐老乡吗？呀，淮南的呀，都是淮南的，不能给淮南人丢脸啊！啊，一会儿要趴快一点，好不好？宝贝，小名叫贝贝，对不对？对。好，贝贝，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贝贝，我们的萌宝贝贝，请准备。老爸，你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你在终点这位。萌宝，请听口令 ：3、2、1，Go！ 贝贝，贝贝趴，贝贝趴，贝贝。好的，我们的贝贝已经出发了。好吃吗？我觉得我的积木危险了，我们的积木，我们的积木，我们的积木危
那就一个字，那就是爷。快走，快走，快走！但是不能走。不能说你是爷们儿的时候你就站起来。加油，宝贝，宝贝，宝贝，妹妹。大丈夫能屈能伸。现在贝贝所进行的一项活动，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品尝美食。快走，吃。贝贝并没有吃，而是把这些美食都撒在了地上。贝贝，你今天来完全是搞破坏的吧？趴倒，趴倒，趴倒，快爬！好，犯规了，贝贝。趴倒，犯规动作。趴倒，趴倒，来爬过来。我在你站起来的时间不到五秒钟啊，算你通过了。爬，现在来到我们第三关。爬，来来来，恭喜恭喜贝贝，爬过来，妈妈给。已经获得了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一台。爬到终点，奖品将会是3500元的空调一台。打开了，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好的，宝贝，双手奉献，双手奉献，恭喜妹妹挑战成功。哦，好开心啊！贝贝表现实在很出色，应该是已经会走了，对不对？会走。但很聪明，妈妈说贝贝不能走，听得懂啊，趴下。好，接下来给我们的贝贝一家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恭喜萌宝贝贝一家，恭喜！好的，我们的萌宝贝贝表现非常出色啊，代表我们的加油队旗开得胜。是，好棒哦！要把这个好运延续下去，有请下一组萌宝家庭闪亮登场，有请。天哪，这妈妈哪里像生过宝宝的妈妈？我说真的，余生，你看看人家，你要是生完孩子，你干嘛？我跟你讲，我说我就是打个比方，但是我真的很羡慕啊。对，哎，妈妈，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也没有特别的保持，反正怀孕期间，因为我是顺产的，所以我一直坚持顺产是对宝宝和对大人最好的方式。哦，宝宝叫什么名字啊？我的宝宝叫董燕妮，小名叫妮妮。妮妮啊，是的。听说妮妮今天。不仅是爸爸妈妈来了哈，一大家都来了是吗？是的，我们家太奶奶，然后爷爷奶奶今天都来了。来，那我们有请吧，太奶奶、爷爷奶奶，欢迎欢迎。奶奶，你平时都看我们的什么节目啊？男生女生小青葱。哦，所以你比较喜欢哪个人啊？乐乐。哎呀呀呀呀呀！你吸引的一般都是比如说小女孩，或者是奶奶级的，奶奶级的人，中年人都交给你了，好不好？今天这一家人太幸福了。那我觉得妈妈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自己的父母说的？爸爸妈妈、奶奶，我们的宝宝一直是你们在照顾，有了你们，我们才能安心的工作。今天在这里，我想对你们说一句，爷爷奶奶，你们辛苦了。哎呀。说这话的时候，太奶奶啊就一直在看着我们的小宝宝，那个眼神都不带离开的，全部都是爱。我们一起给宝贝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好的，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幸福家庭，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老爸，你站在了我们的惩罚区，老妈身材很好，站在我们的终点。来，萌宝请听口令， 3 2 1 go。笑得好开心啊！看来今天这么一大家子来陪妮妮闯关了。快点快点，妮妮妮妮，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妮妮起步非常好，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快点来帮妈妈队来，快点！这是一个爱笑的小姑娘啊！妈妈队来，快点快点！非常的开心，妈妈宝贝，加油加油！胜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加油加油！看到了 Cherry。而且妮妮很勇敢啊，我的小姑娘看到杰瑞就立刻崩溃哈。妮妮，快点过来，妮妮。可是我觉得，好像是妮妮耶。还行。妮妮，快来，妮妮，快来。而且对杰瑞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杰瑞在这里干活已经干了好多天了，从来没有人说出那笑容。杰瑞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不过杰瑞说：“我觉得很开心，很欣慰啊，很欣慰。”好的，恭喜妮妮。瞬间获得价值800元的电压力宝一台，继续前进。妈妈再来，妈妈再来，妮妮，妮妮，妮妮。竟是充气的气垫床，有一点不稳，所以小朋友呢可能不太敢爬。快点来，再往前一步。快点，哎呀，加油，好棒！好的，恭喜妮妮获得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高科技、高科技净水机一台。最后几步，最后几步。快点，快点，快点，妈妈不可以拉哦，让小宝贝自己完成。加油，加油，来，加油，加油，快点！速度算蛮快的，而且一直面带微笑。来，老爸，可以来到我们身边，双手奉献就可以抱，双手奉献，双手奉献。来来，恭喜妮妮挑战成功！
厉害了，这个速度相当之快。是的，而且我觉得妈妈把妮妮抱起来的一瞬间也凸显了自己女汉子的一面呢。没错没错啊，还是妈妈代表全家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好不好？来，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宝宝能爬过来参加这个节目，只是希望给他一些锻炼的机会，没想到他真的过来了。我希望在台下等待的小朋友们，你们的家长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来报名，加油好 baby， 等着你们来。妈是当主持人的吗？他把我的话都说完了，那我只能说送给我们的妮妮一家价值3500元的口条礼来恭喜。好的，你看果然是全家老少齐上阵，表现就很出色嘛，对不对？我们已经两个胜出了，哎，可以连中三元，对不对？好，来，有请下一组魔宝闪亮登场，有请。依然爱你，你就是唯一的飞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好的，欢迎啊，欢迎欢迎。来，这样吧，先分别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了。好，来，从老爸开始。我是孙浩然的爸爸。我是孙浩然的妈妈。所以这位叫孙浩然小朋友，对不对？是的。小朋友的头发真的很有特点哦。好酷哦。他是天生卷发是吗？天生卷发。好像余生以前也是天生卷发吗？谁告诉你我天生卷发呀？那多卷啊你看。所以爸爸妈妈今天用这个假发头套嘛。宝宝你有没有小名啊？宝宝的小名叫仔仔。仔仔。对。为什么叫仔仔？因为我希望他像仔仔一样帅。哇！80后的妈妈对不对？宝宝多少个月了？宝宝10个月。他爬得快吗？他会匍匐前进。会匍匐前进啊！小伙子也很帅，今天而且要亲手为父母送上一份大礼。而且妈妈说了，宝贝的匍匐前进很厉害啊。很厉害。那我们就共同见证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已站在终点。来，仔仔，请听口令 ：3, 2, 1, go！ 仔仔，嗨，妈妈在这里。仔仔，妈妈说仔仔最擅长匍匐前进。仔仔，快来！仔仔，你真的擅长匍匐前进吗？快点，宝贝！仔仔，快点！仔仔开始有所动作啊！好，开动，开动！来来来！哎，这是摆了一个 pose。仔仔，嗨，宝贝，来，仔仔。其实那个小床的地方是摩擦力最大的地方，仔仔，所以宝贝爬起来可能比较费劲儿一些。仔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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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仔。哎，老爸多高兴啊！仔仔，老爸太激动了。快点，快点，仔仔，快，老爸，快点！仔仔，快，加油，耶！快，来，宝贝，孙浩然，孙浩然，加油！仔仔，经过千辛万苦之后。仔仔这个很努力，我们都看到了，但是速度呢却稍微慢了一点哈。仔仔还在继续啊，仔仔还在继续努力，加油加油，非常棒。孙浩然，加油加油，快点！孙浩然，快点！孙浩然对小积木还是蛮感兴趣的。短时间内，我估计孙浩然小朋友不会从积木旁边离开了。来吧。时间很有限，老爸准备好您的第二次落水，10 9 8 7 6 5 4 3 2 1 好的，送给浩然小朋友，小飞针一拔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有请，欢迎。嗨 ，Hello Hello。好，来，先分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梦涵的妈妈，我叫张伟。我叫李梦涵爸爸，我叫李义勇。啊，所以这个是李梦涵小朋友。对，小名叫果儿。叫果儿。果儿。对、啊。像糖果一样甜蜜，对不对？是的，我是听讲果儿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好像生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手足口病，是吧？对，大概宝宝在10个月的时候，然后，嘴里面长泡嘛，当时医生建议他吊水，3、4个医生按着他，然后给他扎针嘛，从头到脚，然后扎了7、8针嘛，老是鼓包，恨不得替他
承受这一切。在刚刚妈妈说那段的时候，宝宝好像就是听懂了什么一样，然后一直手伸向妈妈啊。所以你看，现在宝宝依然很健康啊，对，依然宝宝真的很坚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闲话少叙，萌宝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果儿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已在终点就位。下面把时间交给果儿 ，3, 2, 1 go！ 莫涵，你莫涵过来到妈妈这来，快快快，爬过来，爬过来，来来来来来，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喜欢玩的东东，快点，快快快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来喝水来，快快快快快，该饮料了，你喜欢喝的橙汁，快过来过来。加油加油，李梦涵加油加油加油，李梦涵李梦涵来到妈妈这来，来喝饮料，来来来，快快快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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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你发现没有，我们的梦涵特意保留了跟杰瑞一段很长的距离，想离他远一点，但是宝贝很坚强，并没有被杰瑞吓哭啊。是的，边走边观望。其实杰瑞是很友善，但在很多小朋友的世界里呢，他可能很可怕。好的，恭喜李梦涵，价值800元的电压力宝送给我们的李梦涵一家。天哪，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二关对于李梦涵小宝贝来说简直是形同虚设哎。他的眼中就只有妈妈和妈妈手里的好吃的好喝的。好，那就回到妈妈这里来吧。来来来，加油。好的，奖品升级为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还剩最后几步，妈妈又使出了杀手锏草莓，快来快来，梦涵能不能顺利完成？还不忘回头看一看杰瑞。最后两步，恭喜李梦涵挑战成功，恭喜你，好棒啊！哇，好棒，小宝贝，第一关、第二关速度非常快。那小木通那边那么多玩具，还有好吃的，为什么他连看都不看啊？他恋妈妈嘛，然后又喜欢吃，他是个吃货。哦，您拿着好吃的，对不对？对。这苹果都准备好了，是不是？对对对。送给你们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奖励我们的果一家，恭喜！恭喜！妈妈走了。当然有成绩，你行了你。手机没带走哎，完了了！我非常看不惯你这种贪小便宜的行为。所以你要怎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老 baby 的表现。有请马一姐声音。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我们欢迎这一组的第一组家庭登场。有请。欢迎欢迎欢迎！哇，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一个小圣诞老人哎。是啊。哎，这年也刚过完，怎么穿了个圣诞服？对，这个圣诞节已经过去了，这新的圣诞节还没来呢。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呀，宝宝是圣诞节出生的嘛。哦，圣诞节那天出生的。圣诞宝宝，这是姐姐吗？对对，姐姐。哦，姐姐跟她好像年龄差别也挺大的。啊，对，因为她姐姐说她太孤单了，想要个小弟弟。然后我们就鼓足勇气给他生个小弟弟了。是姐姐提出来的。对。是怎么想的呢？你是为什么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呢？觉得太孤单了，有一个弟弟陪伴我，如果写作业的时候，他可以陪伴我在旁边写作业；如果玩耍的时候，他也可以在我旁边玩耍。哎呦我的天哪，姐姐你也太懂事吧！一般家里要是有一个老大的话，弟弟妹妹出生都很气的。对，今天要和姐姐一起在终点等着我们的宝宝，给他加油了啊！来，萌宝，请准备。可爱的弟弟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处做好准备了。是，现在老爸站在了惩罚台，妈妈和姐姐在终点等候宝贝。宝贝，看你的，做好准备 ，3, 2, 1 go！ 李梦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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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李梦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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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的声音好像，对。母女俩声音好像。李浩然，李浩然。首先 ，Jerry 这关他能过吗？李浩然，李浩然，李浩然，来，李浩然，来，李浩然。浩然，你跟着他一起爬好不好？李浩然，跟他一起动。李浩然，看到了鸟叔。李浩然，李浩然，李浩然。他去捏捏鸟叔的脸。李浩。
捏不动的宝贝儿。觉得吧？李浩然，看到这个彩蛋。宝贝，宝贝，你有老爸乐的现在啊！妈妈这有，妈妈这有来，过来，过来，过来，妈妈这有，我们聊会儿好吗？回来，韩丹心，来，李浩然，浩然，李浩然，浩然，李浩然，宝贝，时间用的差不多了，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老爸，老爸，老爸！每个可爱的宝贝都有很多可爱的小故事，接下来登场的家庭会有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耶，欢迎！欢迎们！这是个恐龙宝宝呀！啊，欢迎欢迎欢迎！爸爸妈妈来先认识一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多多的爸爸，我今天估计是要被坑爹。你怎么一上来就说这样泄气的话？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觉得儿子成功的几率大概有多少？60%吧。60%，40%就看他今天心情了，是不是？多多今天看起来好可爱啊，小时候的照片应该也特别有意思吧？是的，是的。你看一下。哦，这是嘟嘟什么时候照的？好玩的吗？100天的时候。100天的时候。对。哦呦，好可爱哦。是，你看，哎，妈妈自己说好可爱，妈妈情不自禁了都。对，我要给我儿子10000个赞。10000个赞。哇塞，小帅哥。是。哇，美男一个。妈妈真的是这个爱是由衷的。可以问一下妈妈了，刚才爸爸上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已经做好了，老师这边。妈妈，你觉得儿子怎么样今天？昨天我老公问我，明天我要做什么？我想了一下，第一跳水，第二笑，老公笑一个，都在笑，一直在笑，爸爸状态很积极啊。有没有第三？第三，我想送给我老公一句话。好，明知是个坑也要跳，好爸爸，你要做什么样的爸爸？被儿子坑爹的爸爸。这个老爸和老妈关系，这个对话好有意思啊！是的，你俩可以讲相声了，好有意思。一个捧一个逗哈，我觉得接下来老妈吸引我们宝贝肯定自己有一招了。嗯，那我们就接下来萌宝请准备。可爱的宝贝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处做好准备了。是的，老爸站在了惩罚台，老妈在终点等候宝贝。加油了，我们期待妈妈给你加油的话语了，宝贝做好准备 ，3, 2, 1, go！快喝奶了，快来呀！吃饼干呢，汤米走，快快快快快快，妈妈走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好，妈妈走吧，妈妈走吧。好的好的。只有我最摇摆，呜呜，只有我最摇摆。快来快来，好可爱好可爱啊，嘟嘟好可爱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妈妈你快来快来妈过来。宝贝，我们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哦。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还在原地徘徊哦？怎么回事啊，宝贝？快到饼干，快要吃饼干，你最爱吃的饼干，快来呀！哦，看来这个是他平时可以吃的。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呀！妈妈在这里呀，你快来呀！老爸，指定，请你做好准备喽。所以要倒计时了，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哇哇哇！享受了！热烈掌声欢迎接下来登场的萌宝家庭，有请！哇！好有型哎，运动一家嘛，来来来，这应该肯定跟网球有关系。是的，是的，来什么关系？是我跟我老婆是打网球认识的，哦呦，俗称网友，所以是打网球。网友，哎，对对对，是怎么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上大学时候，我在网球场打网球，她也在网球场打网球，然后打球的时候我帮她捡球，
他老看我，然后我们就认识了。什么呀？他就老看你。他老看你，就是说那个捡球的快点捡，对不对？都影响我打球了。我捡得很快，我捡得很快。妈妈当时是看他吗？还是真是在那看球啊？刚开始是球掉了，但是球滚过去，发现那边有个帅哥，我就多丢几次吧。爸爸年轻的时候，我知道了。妈妈其实球打得很好，她非要故意把球打到那边去。哎呀，出去了，麻烦您帮我捡一下呗，是不是？但是看爸爸现在这个身材有点发福。爸爸当时上学的时候瘦吗？非常瘦。帅哥一个是吧？帅哥绝对的。你给喂的是吗？结了婚之后对自己放弃要求了啊？是发福了。发福了。对。平时是你们自己带的多，还是父母带的比较多？我们都要上班，所以都是婆婆在带。婆婆在带。对对对。应该也蛮辛苦的吧？非常辛苦。我们平时白天都要上班，所以早晨婆婆起得最早，晚上也睡得最晚。白天都是一个人在带。宝宝一直健健康康的，他是越来越重，婆婆也越来越抱不动他了。这中间的辛苦，我想。只有婆婆自己知道，所以是不是今天特殊的机会也要感谢一下？我们想一起跟妈道一句：妈，妈辛苦了。今天帮奶奶再赢回去一个价值3500块钱的空调就更好了。是的，是的。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小萌宝的表现，好不好？好。来，萌宝，请准备。OK， 我们的小萌宝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处做好准备了。是的，老爸站在了惩罚区，老妈在终点等待宝贝。小萌宝做好准备 ，3、2、1，Go！ 倒计时：10、9、8、7、6、5、4、3、2、1，一。家庭会是什么样呢？掌声欢迎他们！哇哇，穿成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外语打招呼啊？阿尼阿西哟！我是嘟嘟的妈妈，我叫郭静。郭静。对。他是黄蓉。我是宝宝的爸爸，叫金光石。哦，金光石。两位的这个装扮，应该是我们这个朝鲜族的朋友，对吧？对，我是朝鲜族。是。爸爸，你这个来就来嘛，对不对？还带东西，是给宝宝吃的还是给我们吃的？这个是我们就是民族的，就是打糕、年糕，这个都是用那个江米做的。而且特别有心，还是一样准备两份哈。今天两个人穿成这样子，在这个朝鲜族的这个结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礼仪一般的就是说，双方和这个就是汉族这种行打礼的不太一样。你看一下当时结婚的那个，这个是在哪里啊？这个我们是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在首尔举行的这个仪式啊，对，哇，好隆重啊，感觉。当时的新郎新娘的服装，我觉得对他们那个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就是脸上都要点红红的两块啊，对对。是，那今天这个宝贝要穿着民族服装盘吧？不是的，他一会会穿亲子装。穿亲子装，一家人一起哈。对。好，我们就一起给宝贝加油啊！来，萌宝，请准备。来吧，宝贝，请听口令 ，3、2、1，Go！ 多多，多多，妈妈在这里。好，多多，哎，站起来了呢。不比这个高哎，怎么办？爸爸在这里。多多，爬爬，爬爬，爬不了，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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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重要啊！多多，爬爬。很快呀，多多。爬爬，多多，真棒啊！多多，爬爬。真不经夸呀！妈妈在这里，宝贝，宝贝，宝贝，加油！好，第三关，第三关了。多多加油！多多加油！棒棒！多多加油！多多加油！多多棒棒！多多棒棒！多多快来找妈妈！多多棒棒！多多多多加油！加油！多多加油！好哇！加油！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已经来到了第四关。多多好棒棒呀！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哇塞！棒棒！多多加油！你酷毙了！快来！小朋友，来，加油！这里，这里，这里，好的，恭喜，恭喜！哎呦，哎呀，好棒棒，多多！接
下来就是庆祝的时候，要恭喜多多和他的一家获得价值3500元空调一台。恭喜你们，棒棒啦！好，随着多多的胜利，我们这一组好 baby 队的表现也就这样了。接下来继续有请乐乐和余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来吧。好的，欢迎回来，你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 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登场有请，欢迎他们，好帅气哦，造型独特呢，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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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鼓个掌，哦，鼓掌鼓掌，哦，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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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个吻，哇哇，哎呦，好可爱，宝贝叫什么名字呀？叫汤佳蕊，小名叫然然，然然，哎呀，多少个月了？13个月零5天，爬得好吗？冠军，必须的。冠军？什么冠军？什么冠军？爬爬冠军，参加过爬行比赛。对。天哪！哎呀，那今天这个空调那是志在必得呀。那当然的。那接下来老妈送一段祝福给宝贝儿，好不好？她是2013年1月10号诞生于我们家庭的。我们两个就是身高比较高嘛，希望。她以后是个长腿的妹子，哎呦，现在好流行啊，大长腿呢。对对对，这在未来才能实现。但是今天参加比赛，你们有一个为她专门设计的口号，对不对？对，嗯，好来啊，爬爬冠军，冠军佳蕊第一，爬爬冠军，今天能不能在加油好 baby 也同样成为第一名呢？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老爸你站在我们的惩罚台，老妈你在终点就位，萌宝请听口令， 3 2 1 go， 佳蕊加油，快，佳蕊快，我们的小牛仔，快来，哎呀，佳蕊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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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有如李显的箭一般，这么快，宝贝的表情，这是惊悚片，惊悚片。看看看看，哇，宝贝是横着爬的。宝贝，妈妈，太厉害了！哇，恭喜，这是800元的电力宝送给宝宝，这个也太快了。加油，宝贝，加油！我的天哪！将打破女汉子的新纪录，爬冠军，佳蕊第一，来，佳蕊，恭喜佳蕊，挑战成功，太快了，宝贝，你好厉害啊！说实话吧，妈妈，她爬出今天这么惊人的成绩，是在你们预料当中的吧？我想说，冠军就是冠军。哎呦，就是不一样是吧？但他好像一开场为什么有一点点害怕？是因为他奶奶了，他最爱的人山奶奶，他奶奶在旁边。后来不见了，他就懵了是吗？对。天哪，宝贝儿，你太厉害了！我们下去就找奶奶啊！所以这个空调要送给奶奶哦，好不好？好的，来，价值3500元的空调奖励我们的小牛仔一家，恭喜你们！恭喜。好的，今天我们的表现太出色了啊！登场5组家庭，成功了4组。啊，我只能说今天我的气场实在是太强。你什么气场啊？背带裤的气场真多。哇！但是我跟你讲，清醒了吗？清醒了。跟你没关系，主要是宝贝们爬得好。后面还要继续努力，好不好？来，有请下一组萌宝闪亮登场，有请。冉童哥哥驾到！哦。哥哥吉祥，哥哥吉祥。这老爸老妈今天打扮成这样出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我是满足，所以我老孩子也是满足。哦，您是满足哈。哥哥多少个月了？哥哥？哥哥10个月了。爬得好吗？爬得非常好。非常好。平时用什么样的东西吸引他会比较管用一些？嗯，平时他比较喜欢玩球，还有小喇叭。哦，球，对，小喇叭带响的都可以。对。爸爸，今天你的寄语好像是要用一种很特别的形式跟我们的格格说出来哦。读圣旨要额娘来嘛？呀，这是什么呀？这圣旨！天哪！冉童哥哥接旨。冉童哥哥，今日你的表现让本宫很是满意。方才觉着天色正好，天边倒是有些异象。本宫琢磨着，格格要是出赛了。私心觉着非常的高兴，若你能专心爬到终点与额娘会合，想必是极好。若是拿上大奖回家，倒也不负阿玛恩泽。
冉彤哥哥，看你的，请接旨。接旨。哎呀，好，收着了，收着了。现在哥哥要出赛了。要出赛了，来，下面有请哥哥登场。老爸，你在我们的惩罚台就位。变装了。变装啊！但是额娘还是额娘的样子。额娘还是额娘。来，萌宝，请听口令。3, 2, 1, go！彤彤，找妈妈来。彤彤。彤彤，彤彤，小哥哥穿的这个是小版的比基尼是吗？哎呦，这个在妈妈这儿呢。哥哥穿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哥哥穿这样出赛太吸引眼球了。没错，太可爱了。彤彤加油！看来哥哥对这次远行还是非常的满意的。是的，过来。这个格格虽然开赛状态不错，但是动作明显是有一些慢的。过来，快过来，彤彤。小格格这个是啊，非常的矫健，彤彤，而且非常的有活力，彤彤，但是总是原地，原地前后前后这不行，他们得稍微拉开点距离哈。格格，快过来，快过来，格格，咱能出发了吗？格格，格格，可以走了吗？彤彤，快来呀，快来呀，时间很有限，您考虑一下是不是再往前挪一点呢？找妈妈来。要到了。哎呀，好，你成功了。成功了。我们的时间有限，格格最后十秒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再见了老爸。送给格格一家小贝珍一薄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这也是极好的。好了，比赛继续，有请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有请小帅哥一枚啊！爸爸妈妈穿的都好潮，好可爱呀！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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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分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王凯阳的爸爸，我叫王冠奇。啊，大家好，我是王凯阳的妈妈，我叫朱琳。宝宝，你在家里是跟爸爸亲一点，还是跟妈妈亲一点啊？谁爸的谁亲呗。哎呦，跟妈妈亲一点，好像是不是还有事例可以证明一下，佐证一下？那宝宝，爸爸抱好不好？不要。爸爸抱还不如去比赛呢。那如果要吃东西呢？他会喂妈妈吃还是喂爸爸吃？宝宝不太一般都是喂我吃，然后有一次那个他就是在喂我吃樱桃嘛，然后宝宝爸爸就过来凑热闹，然后宝宝就把那个递过去了，然后宝宝爸爸一看就原来是那杆子给他了，然后樱桃就给我吃了。这么小就懂啊？是不是因为爸爸陪宝宝的时间比较少啊？事实上其实是妈妈带的是多一点啊，然后孩子也比较依赖妈妈。老爸你看还没比呢，你满头大汗干什么？是热了是吗？热了，热的太紧张。没事，那有一湾清泉，你可以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现在老爸站在我们的惩罚台，老妈已在终点就位。萌宝，请听口令。3, 2, 1, go！十、九、八、七、六、五，小心啊，老妈！三、大鲨鱼来啦！恭喜凯阳，坑爹成功喽！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欢迎他们！啊，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欢迎欢迎欢迎！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来，这就是一个很洋气的小姑娘。首先，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张含月的妈妈，我叫李桃，我来自北京。好，爸爸。我是张含月的爸爸，我叫张俊航，来自北京。是，那有了宝宝之后，你觉得和之前二人世界有什么区别吗？生活上？有了更大的乐趣，因为有了我们小宝宝啊，哈哈，有了可爱的宝宝，每天生活都像崭新的一样，对不对？对对对，没错。而且我听说这个月月啊，就是像小公主一样，她吃饭啊很讲究，跟别小朋友吃的不一样。怎么说？是吧，妈妈？对，她那个特别喜欢吃菜，然后呢，每顿都要有菜，特别是早餐要鸡蛋跟菜。然后一口粥，不然的话粥就一口都不喝，必须要有菜跟那个鸡蛋。吃饭
是吧，特别在意，吃的特别仔细啊，嘴边有点饭粒了，马上就搁嘴里边，是不是啊？哟，好爱干净哦！你要不要跟姐姐飞吻？跟姐姐飞吻一个啊！哇，这回好了，成为好朋友了啊，是不是？好了，心情不错，今天应该表现不俗，想不想坑爹？您自己做主，好不好？我们是为坑爹来的啊！为坑爹来的，你的表现了，月月。好，来，我们的萌宝月月，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月月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了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已在终点就位，萌宝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个时候发现了 Jerry， 漂亮，他会往前爬一爬吗？爸爸的大，终于离开了小熊维尼，扑向了 Jerry 的怀抱。快，快，这是谁？快，小 Jerry， 快抱住他，快点，月月。好，继续前进，但是时间很有限，最后十秒倒计时，十、九、八、七、六。5, 4, 3, 2, 1，哎呀，天哪！老爸的落水姿势也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好 baby 的表现，有请秋意马英杰。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是宝宝吗？住了，应该是宝宝。来，有请他们登场。是啊，哟，怎么回事？是不是有点等着急了？他有点怕这个闪光灯。哦，有点怕。哦，我们灯不闪了。没事啊，宝贝，不闪了，不闪了，不闪了。啊，你看好多玩具，你看好多玩具，对不对？对。爸爸妈妈介绍一下吧。我是万少宇的妈妈，我叫邵珊珊。我是萌宝的爸爸，我叫万维。宝贝平时爱哭吗？不爱哭，不爱哭，对。平时皮厚的很。皮厚，对，我刚才路过我们那个准备区时候，就一直听有人喊"皮厚宝宝，皮厚宝宝"，讲的是你们家宝贝吗？应该是吧。啊，所以今天的状态也应该想必是不错。所以爬不到终点也没关系是吗？老爸就有问题了哈，老爸对今天宝贝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希望？希望宝贝也能直接能冲到底吧。好的，今天小超人也要在我们赛道上发挥自己的功能了啊！来吧，萌宝，请准备。现在呢，宝贝的爸爸站在了惩罚区，妈妈在终点等着小超人的归来。超人，请听口令 ：3, 2, 1, go！ 小宝，万少宇，万少宇这边，万少宇过来，万少宇这边来，宝贝。皮厚宝宝只要一看到我们现场的灯光。这样的宝贝我特别欣慰，就是一边哭一边能爬，特别勇敢。哦，虽然哭，但是我们很坚强地往前爬。我们还摔东西。加油！不要不要不要，都不要。小宝加油，快妈妈。真棒！小宝快！加油！快快快！哇塞！加油加油！你好棒啊，宝贝！哎呀，我的天哪！加油！加油！
得披头散发的。披头散发。来来来。一边哭是他的技能吗，妈妈？对，他就喜欢爬。喜欢爬。对。但是这个哭是今天新线加上去的，是吧？对。好，来，价值3500元空调送给你们家。谢谢。掌声有请接下来这组萌宝家庭，欢迎。有请。Yeah. Come on. Yes, let's go. Yeah, yeah, go.欢迎妈妈和宝贝，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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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别的出场方式啊。是啊，爸爸应该是 Michael Jackson 的忠实粉丝吧。啊，对对。学了有多久这个滑步？学了从初中开始学吧，初中就开始学了，到现在有5-6年没跳过了。没跳过。对对对，今天是专门为了配合宝宝的出场。对，我觉得爸爸你应该酷一点，你不应该微笑，而且还要戴个墨镜，那种模样的感觉啊。对，来爸爸介绍一下宝贝。好，我们家宝贝叫金正。金正，对对对，今年14个月了。14个月。对，妈妈来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金正的妈妈周晨晨。嗨，我们是快乐的一家。是，感觉得出这个家庭很和谐，很快乐，很有很向上的一个氛围。爸爸希不希望女儿以后也从事文艺的这个方面的工作？看她自己吧。看自己。对对对。宝贝，你一直拿着这是什么呢？拿了一支笔，拿了一支笔，半个圆珠笔。对，他抓阄的时候就抓的就是笔，他就喜欢笔。那以后一定是很有文采、很有学问的一位。是，希望是吧？来吧，萌宝，请准备。现在呢，金正宝宝的爸爸已经在惩罚区，妈妈在终点等候宝贝。好，宝贝，请听口令 ：3、2、1，Go！ 金正，爸爸来，金正，金正，看妈妈给你。会不会跟我们上一个一样，一边哭一边很快到终点呢？加油！看妈这里有杯子，快过来抱抱，过来抱抱！加油加油！金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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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抱抱抱抱！金正金正金正，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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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爱你，妈妈爱你！哇！妈妈爱你，妈妈爱你，妈妈爱你！哇塞！每对连续两个宝宝都是这样的，对，一气呵成哎！你们开外挂了吧？出现，让爸爸自己。不能不能抱，不能抱。好的，来，恭喜。太棒了！给给给给，把宝贝拿着，宝贝拿着。哇！来来来，爸爸实在是等不及了，恨不得冲过去把宝宝抱过来了。是，问问妈妈，这个是在意想之中还是意料之外？意想之中吧，意想之中。对，你这么不谦虚啊，你多少应该守着电视机谦虚一点，对不对？没有，我对我们家的宝宝比较了解吧，他会是这个情况，哭着找妈妈的，哭着找妈妈。对，这一家三口要举起的是我们不谦虚的3500块钱的空调一台，恭喜你们，宝宝好厉害，真棒，谢谢。我预测接下来登场